我们的 DFC 活动是王府迷宫，重见光明，回到世界。请加油。第一点，七点前需戴上口罩式眼罩，不能偷看。第二点，不能在迷宫里面奔跑或乱拿东西。第三点，有时间限制，时间到会由工作人员领你出来。第四点，活动后小心下有意外，祝福你不见光见光要回到世界。迷宫开始。会撞到东西，所以很可怕。然后能体会盲人生活的不便，开心。就这样。我觉得很可怕，也很痛，因为我撞到什么。但是我觉得安全可以再好一点点。好。